迎风奔跑，拼功夫闯大世界，一身热血燃烧，闯出人间正道，要不邪恶起来，英雄出自少年，心下仗义最自豪，少年泽捕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哇，不会是泽捕头拉来这么多人吧？可能是衙门开粮仓派米了吧？应该是吧。现在不是说笑的时候，你们身上有长绿斑吗？绿斑？什么绿斑啊？哎，这两天城中出现怪病，很多人手上长了些绿色的斑点，长斑的人大多心情烦躁，焦虑不安。全城大夫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，我担心会是传染病，就把病人集中在衙门一起医治。手中长出青绿斑点，焦虑不安，心烦气躁，这到底是什么病？如果老孙在这里，就一定可以医好这个病的。对，孙大哥现在就在临城为地震灾民治病，我们可以飞鸽传书给他，叫他开张药方治病。卑职叫药王老孙赶快回来吧。为什么？小云雀前辈的双眼突然失明了。什么？这些人他们患了怪病，